你动过情吗？ 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六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一步。啊！你要对我做什么？伸手，把他伸过来。你又是送我镯子。 又是送我簪子的，莫不是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几万年来，我从未像此刻这样开心过。 折自细里写的，情不知所起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。青丝拱入朝夕，频频万顷，情之所起。只怕眼角白滴，青丝拱入，情动山河，往后余生，拜手相惜。 有事不离，我们一起踏遍三界四海，经历四时方物，看遍凡间烟火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慢慢的走，慢慢的看。嗯。